是要进入一个 detector， 那这个 detector 必须是一个 non-destructive， 一般就用 TCP。那它的缺点，这个缺点很严重，就它的 detection level 非常低，比一般像 FID 都要少，要这个不厘米，不是不厘米十倍啊，不厘米千倍以上，所以它里面就真的是这么大。所以目前在 Cavalry 的这个 Talent 的话，通常是不配的。那个时候有这样一个 detector， 因为它根本看不到，因为这个明度不够，所以是 Cavalry 机器的话，目前呢它都没有配合的机器。那早期的这个 Talent 是的确的 TCD、FID 都有。好吧，这是有关 TCD 啊，它的一个工作的原理跟它的构造。再下来这个也比较特殊，平常不会去用，通常是用在像有机率农药啊，还有这个多氯联苯，还有氯毒素的话，这样一个化合物上面，这一类化合物上面，我们叫做 electron capture， 抓电子的 detector，electron capture detector， 简称 ECD 啊。那这个 detector 本身的这个射向呢，看起来是蛮简单的，但是它需要有一个这个应该算是电场 radioactive beta emitter， 放射性的 beta emitter。这个 beta emitter 呢，就灭六三，在这个地方。所以它放出来就是持续的，因为它是这个有辐射性的啊，这个 beta emitter 它持续的放出电子，那电子本身，我们在前面讲表面分析的时候讲过了，这个电子呢，它可以穿透的这个距离很短，所以事实上这个危害不大，不像伽马的传播穿透非常强，所以这个 beta emitter 这个。并不是太危险，飞过六三。那它是放在这边是两电啊，这个是电子，六数线的电子，一个正电极，一个负电极。数线电极的话，当然这两个电子之间还是要加电一样，所以我们还是量一个电流信号。好，所以这边是有一个这个贝塔 emitter， 电流是三。当我的 carrier gas 本身它通过的时候，那这个 NICO 六三放出来的电子呢，可以把它游离之后呢，这个离子、电子，所以用这两个电极板，这两个电极呢就能收集，所以产生电流信号。那你 carrier gas 是固定，流速固定，所以单位是电路的氮气的量。氮气的分子的数目是固定的，所以你的测到的电流也是一个固定的电流。所以假如说我们这样看，这个时间，这是你的信号。你光是氮通过的时候呢，它就有一个背景信号，那这个背景信号事实上是蛮高的，因为氮气持续通过，这个背景信号蛮高的。好。接下来就看说我飞秀通过的话发生什么事情，都跟他一样就走掉，当然跟他就不一样。那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说当你的分析物如果里面呢含有一个这个 X 代表卤素，你可以想成是氯，还有氯的这个有机化合物，像有机氯农药或者他们做实验都做过了。那这个氯呢，我想你们在学无机呢，你们学过氯的话，它的阴电性质，这个学过吧？学过吧？这个比较简单的啊。所以它会抓电子，倾向于抓电子。所以这个贝塔 emitter 放出来的电子就被这个氯呢抓去呢，把这个电子抓走。所以它出现的时候，它把这个电子抓走，又没有解离，所以它的这个离子的数目呢就变少。
就下降，所以你吃到就是你的背景电流还蛮高的，但是一旦有那个含有氯的有机化合物的时候，这个氯呢它把那个电子抓走，有没有解决的话是你得到那个信号会下降，得到一个下降的时候，所以这个信号是一个 negative 负的信号，那你的背景信号高，那你的肺又通过的时候呢，它信号下降，所以是一个往下的，是 negative。那这个有没有关系呢？对你的定量分析来讲是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它下降的程度跟能不能证明就可以了。所以它这个是蛮特别的，它的信号是有负的变动，因为它是下降，信号下降。那这就是它的工作原理，所以基本上还算是蛮简单的。那平常不用它，所以你平常去买 FID， 它不会问你，但它还会问你，但它不会标配给你一个标准，就是一星期的，不会的。除非你这个要求，所以我要做的这个实验呢，是要去测的。它的优点，它对那个含有 halogen 氯啊、溴这样的一个有机化合物特别的有选择性，它信号特别好。这两点是一样的，信号特别好，所以对它有选择性。那如果不含有它的话，没有这个特性，就是你的有机化合物里面就碳氢烷类的话，它没有这个会抓电子的基的话，那它就不会抓电子，它本身游离，那就不会有信号，就不会有这样一个特性。所以它对含有氯啊、溴啊这样一个有机化合物特别的灵敏，然后当然是对它的有选择性。所以什么时候会用啊？通常会用是测有机氯农药啊，来测这个多氯联苯。那像这些字呢，我想我们都应该要知道。chlorine 那一类 ，acids 就氯农药 ，polychlorine 啊 ，chlorine 那一类。这些呢都是非常毒的，包括代奥辛，你说有毒的最毒的三类东西，代奥辛这一类，还有多氯联苯，还有呢就是有机氯农药，那这些都是已经禁用，不应该有。那环境里面呢，因为他们非常努力，以前污染的现在还在那里，并没有被日晒了、雨淋分解掉，都没有。可能会渗到土壤里面去，但还在那边。所以环保署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作，这一类化合物，它定期的都有人去做分析监测。那通常用到这一类的分析方法，通常都是机器配的 ECD。它有个缺点还是有，它的适应范围小，10-20毫米，很少看到一个方法 detector。它的线性范围只有那么小，很少，它就是。那这是以前我当研究生，我们那个学校研究生也要做一分的实验，我自己带一分实验，然后我们要去修研究所的一分实验，做实验它不一样。有个基因实验的安排就是有两种。同样的化合物，像你们上学测的，这个是直链的烷基嘛，从这个8个 一直到18个，因为 FID 你可以看到相当的好，用 ECD 的话，这些东西啊都没有信号，都没有信号，它这个本身呢不含有像我说这样一个抓电子这样关联基的话，它跟这个氮气。效果一样，所以它没有那个差别性，所以测不到信号，所以基本上看不到信号。好，这是 ECD， 同学没问题。没有问题的话就
介绍最后一种，就是会介绍原理部分，最后一种机器 mass。那这学期呢，正好安排了这样一个实验。那机器 mass 这个仪器在早期的时候，十年前就是非常非常非常贵重啊，很少的实验室会有。我们现在比较便宜了，200万，相对来说是比较。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机器 MAS 这样的仪器呢，当然有机器的部分嘛，就跟一般的机器完全一样 ，carrier gas sample injector， 那 carrier power， other 控制温度，分离完之后出来的，从这个出口出来，那一般的话是接 FID 嘛，那如果是接 MAS 的话，那后面就紧接着就是一个 MAS。一个支部分析，那支部分析的话呢，分析出来的分析物一进来 MAS 里面，第一关就是要把它游离，所以这个是函数，用 electron ionization 电子撞击，或者 chemical ionization 化学这个走离，这个最常用的，一般大家都是用这样，把它游离。游离之后呢，变成这个一般的分析阳离子，阳离子再经过一个离子的这个质量分析器，那么常用的 particle， 你们做实验用的是 particle， 那我们那边也有 ion trap， 它在坏掉，所以你们现在用的是 particle 这个。那么经过这个 particle， 按照你的。离衰变呢，波动的 m over z 啊，磁荷比啊 ，m over z 的磁荷比啊，就分开了啊。经过最后我们到这个 detector，electron multiplier， 支持到一样的转换的电压进入 computer 里面储存，当这 computer 来控制整个仪器，包括磁荷比、机器啊，都用这个 computer 来控制。这是机器 MAS， 那这些图呢，同学应该都要会画。所以这是机器，你要知道，然后 MAS 非常重要的，目前来讲，这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分析的仪器。就机器 MAS 有这个 data system， 很标准。那同学没问题，这个你们都也做过实验嘛？那另外呢，机器 GMS 或者机器 GFTR，FTIR， 对同学来讲，这些都不陌生了。你上学期用过这个 FTIR， 那这个 FTIR 呢，早期的时候也是很贵的。我们现在一个电脑，它就一般的电脑，所以它价钱现在降得非常低。七八十万就可以，早期的是几百万，所以那课本特别提到有这样一个词眼 ，Python 的 MAS， 就是机器，如果后面接的这个 detector 呢是 MAS， 或机器后面接的 detector 是 FTIR 的话，我们都会加一个 Python 机器的方法跟 MAS。这两个独立的话，基本身是一个分离，它可以接 FID 当侦测就可以了。支部本身就是一个分析器，可以去测它的分子量，本身就是一个分析器。同样的 FTIR 也是一个分析器，你上去也测过。气体的话，你上去测过氯化氢气体。氯化氢的 FTIR， 就测气体用 FTIR 去测这个有机化合物气体，这个也没问题的啊，没问题。那但是这两个本身都是独立的 ，FTIR 本身也是独立的这一个分析化学的一个仪器，而且很贵重。那把这机器本身是一个分离，也可以做定量。
跟 Mass 结合在一起，包括 GC 呢跟 FTR 结合在一起，那么中间有 Python 连接的意思。那这样方法呢，有的时候我们叫做 Hyperlink 的东西，就是把两个独立的仪器呢携带一起，来发挥特别的一个功能的话，我们把它叫做 Hyperlink。Hyperlink 就是这一条杠，这一条线连接线，把两个方法结合在一起，把各位知道一下。那接下来，接下来就要讲，机器面是很贵，现在没有那么贵，200万左右，还是很贵。那么贵的仪器跟机器接 FID， 大概50万就可以买到。价钱上会差嘛？那值不值得去用这个机器呢？为什么需要花比较贵的？就是你为什么要用这个比较贵的仪器呢？用机器不可以？机器呢是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呢？花钱啊，这么贵的仪器来用它的话，值不值得的话？那要去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当然就要回到这个。机器本身，如果不接 MAS， 就是接 FID， 那它会给你机器本身可以把它分离吗？一个成分一个成分分开。那你做完这个机器实验的话，你得到的一个资讯是程序图，能做标是时间，中的标是你的信号。所以你做完实验，不管有几个成分，它只有一个一个。就是你的 retention time， 就是这个 retention time， 是一个 retention time， 对不对？那根据这个 retention time， 去跟你的 standard 去比，它可能是什么成分？所以把那个，它可能是本地，那就去把本地找到 standard， 同样条件打进去，看它出现的 retention time。跟你现在这个病出现的时间还是一样。那如果说是很完全一样，当然你说它这个是本身的几率很高了。那即使是完全一样，它是不是一定就是本身的？也不一定，因为我们有的汤泡种类太多了，会出现在同样的每天看的这个地方的东西呢。不止一种，那或者从我们做实验当中看到，这个 retain time 不完全一样，但是很接近。那你说它会不会是本地？不完全一样，但差一点点。那它到底是不是本地？就是光是一个 information， 做完机器用 FID 的话，就一个 information，retain time。那它到底是什么东西？你要跟 standard 做。比的话也是有 retain time， 所以根据这个 retain time 相不相同来这个判断的话，是这个航空病是不是你认为的这个 standard？ 那有没有问题？尤其是你不完全一样的事，但是非常接近。那这个地方呢？年前啊，然后我们再看，我再看那个 Discovery 节目，不知道多少同学，因为结果有两次啊，他讲的内容呢，正好跟我们一起分析一下，有相关，其中有一次是这样讲到的，用到的分析方法是机器和机器 Max， 但是呢，这个故事。这一集报道的这个故事内容是讲到在美国发生的一个刑案但是内容讲的是用机器 Max， 所以我一定话跟我相关，让记名记一下。好，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
看一下，不有几房吗？有一个是四个月大的一个小的女婴啊，妹妹叫生病了，病了一段时间啊，那她当然只有这么大的一天啊，小孩生病一天两天啊，一段时间吃药吃不好，她当然着急，所以她就想送到这个儿童医院。那这个妈妈开车呢，就很急了，想送到儿童医院，但她也不知道儿童医院到底在哪，就说这个迷路，结果开到一个地方呢，不是儿童医院，是一个诊疗中心，比较小的医院，那她就送去了。送去之后呢，那也找不出来什么原因，那个女婴她四个月大了，到底什么？说这个病的病，我找选了一个医院，有病有条啊，是治病的话，进医院创造抽血检项目，说他那个验血里面有一个报告呢，发现血里面的某一个成分啊 ，S 开口，这个成分呢偏高。但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女婴生病，到底是什么病也不知道，但是有这样一个验血的这个发现 ,ST-Glycol 成分啊。那这个 ST-Glycol 什么东西呢，平常你们不会用到，正常的时候不会用到，但是在那个美国的话，就是当在美国 ,ST-Glycol 呢就是当做防冻剂，是加在汽车的水箱里。在美国的话，在这个中部以北，像以前我念书的学校，它冬天下大雪，两三个月都要下雪，说很冷，所以你汽车的水箱不能装，像我们这边装水就可以了。那在那边的话，一下雪结冰了，水箱结冰的话就裂掉了，所以这里面一定水箱装的东西里面一定有加那个添加剂。所以这个是在美国那个环境里面呢，每一家车的话都应该会有这样的东西去买来，然后加在里面。在美国的话，像我们当学生很穷啊，那美国他们自己本身呢是有车库嘛，所以他没事他的车里面可以放假，他要换机油自己换。当学生也是一样，换机油自己换，很穷啊，就舍不得送到那个保养厂去换机油的话自己换。所以像这些东西的话就会买机油啊，这些东西，所以每一家都会有这些东西。他正好发现小女婴呢，血里面有这个成分很高，这个成分正好是添加在血箱里面这个防冻剂。那很不幸的是，这个妈妈本身过去的记录不好，青少年的时候暴力倾向，所以暴力你这个前科。过去呢，青少年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倾向，有这个前科，所以被人说这个女婴呢，现在生病那么严重，找不出病因呢。但是血里面发现这个浓度很高，是妈妈害的，毒杀这个女婴，给她喂食这个 ST-Glycol， 就是这个防冻剂，所以就变成是一个怀疑说啊，这个妈妈是要害你，所以呢，变成一个家暴事件。我们现在国内也有这个很重视这个家暴，有家暴事件的话。社会局就出来，把儿女送到寄养家里，这在美国早就这样做，所以他就把这个小女婴呢送到寄养家里去，妈妈可以去看，但是不能养，送到寄养家里去。但是因为这个病呢找不出原因了，所以妈妈死了，最后这个女婴就死掉了。死掉的话呢，事情就严重了，变成是不是真的是？妈妈伤害这个女婴，那他们就要去搜索这个家里面
发现妈妈的房子里面还有两桶防腐剂，就加在汽车水箱里面。好，证据找到了，这起诉案是谋杀罪起诉。那要起诉他嘛，所以要证据啊，先把这个女婴当时抽的血啊，再抽血，这个血的 sample 呢，再送一次，送到另外就原来这个医院来检验过一次，要把这个血的样品呢再送到另外一个检验所检验，而结果呢说结果相同啊，认为是血里面 S 蛋白变高，所以就根据这一个证据呢，法官就判他的谋杀，妈妈就被。判谋杀罪吧，一起谋杀罪的关系。很幸运的，但是这个妈妈在打官司的过程里面啊，她又怀孕。那怀孕之后呢，被判谋杀罪，被关起来。那在坐牢的过程里面呢，啊，她就生下第二个小孩。那这个小孩是男生啊。但是呢，也是没多久，这个四个月，也没多久也发病，发病的症状跟这个前面那个姐姐是类似，也是这样的病，但是他比较幸运，他送到儿童医院去了。那么结果这次检查的结果呢，证明说这个病呢是一个罕见的遗传病，那他的这个遗传病呢，有一个特征就是血里面。有一个成分偏高，这个成分叫乳酸。同样的案例在，那是今年还是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我们国内有篇报道，我没有剪下来，我找不到了。因为我一看说，哇，怎么正好是乳酸？说这个我们国内有这个病例，还有小孩子也是这个乳酸比较高，然后有这样一个病。说正好跟你们一样啊，就这个爸爸看到这样一个结果出来，他就要去申诉，跟这个法院。你看啊，我们这个第二个孩子呢，他一样的这个症状，啊，结果呢是乳酸比较高，所以显然应该不是这个小孩又在监狱生的啊，然后在那边啊监狱去这个。这个去养，所以应该不是谋杀的，所以他申诉。那申诉法官的驳回，说这个认为还是谋杀，说被驳回了。那结果这边那个悬案，那在美国呢有一个节目，就专门报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看那个这个。西恩的节目，我上次看又看到，就有一个报道，就是某一个案子，这个被这个法院判决，然后把他关起来，他不服气，但是又没有这个管道，他就上这个节目，上这个美国这样一个新闻节目，不是新闻节目，特别的节目，所以他变成一个节目呢，电视节目播出来。那播出来之后，在全美就播放了，结果给两个学化学的看到，被一个学法律的人、一个律师、两个化学师看到，他们觉得这个也是不合理，可能就他们认为可能当初这个检验可能是错的，是错的，所以他们就想去。有没有办法来平反这件事情啊？好吧，各位呢也是 chemist， 你们是算是这个 chemist， 对不对？假如是你的话，你要做什么事情来平反？就是当这个事可能了哈，当初这个检验结果是不是有可能是错误的，所以误判？那也有可能真的是正确的，好吧？所以你要
叫 Miss Tennis 的话，你觉得可以做什么事情呢？来提供一些数据证据说当初那个是错的。
由领先看来讲是有可能的。另外这个早期的时候，这个另外的话，早期的时候机器刚讲过了，你分离出来的只有一个可以看这个资讯，你想知道这个成分什么东西的话不知道。所以早期的时候呢，你想知道这个成分什么的话，你必须要把它收集下来。所以是用这个 PETALON TCD 这个 Server Connectivity， 它不会破坏它的 Server 帮 Detector， 所以当有一信号出来的时候赶快去收把那个 bit 里面的成分呢Hold trap， 用那个地带的把它收下来。收下来之后，你可能一次量不够，把同样的样品拿很多次去收集它，然后进一步的去用 AMR、IRMS 做结构的一个鉴定。那么这是过去做法。那现在有质谱的话，它就可以直接的有机芯分离之后呢，直接进质谱。可以得到它的 mass， 可以知道它的分子量多少。然后呢，这个 mass 这个图谱里面，它可以 suggest 就是建议给你，就这个成分，这个compound可能是哪一个compound。Number one 就有可能是 number two、number three， 所以你就有一个依据啊，可以把这可能的这个 standard 啊。这个康胖呢，它的纯的物质拿出来，同样条件打进去，去跟你的啊弄骨币去比，它的质谱是怎么样，时间是怎么样，所以你可以省掉这个过程。所以过去呢做研究啊，光是要去建立一个康胖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啊，就花很长的时间。那现在有机器 mass 排进下去，很快的。所以这个要回答这个问题呢，你为什么要花比较贵的钱，比较贵的一些，值不值得啊？讲你的分析的对象是这样子，它是值得的，你时间上可以省很多。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GCMS 这个质谱仪呢，它是持续的 scan 这个质谱，在做机芯分离的过程里面，这个 mass 呢持续的去扫，所以假如说啊。你整个分离的时间十分钟的话，假如整个分离时间十分钟，一个 sample 打进去，整个分离时间十分钟，那么质谱呢，它扫一个质谱图一秒钟，它一秒钟扫一个质谱，一秒钟扫一个质谱，就当你整个跑完十分钟，就是600秒，每一秒一个质谱，所以你。跑完机芯的这个分离完十分钟之后呢，你得到的原始的数据呢是质谱图，不是像我们做的成绩呢，是 FID 的话，就是时间，然后呢有信号就直接上去了，你得到成绩都这样。有机芯 mass 的话，它是一秒钟一个质谱，一秒钟一个质谱，就等于说你把你的机芯的这个成绩图呢，一秒钟有一个质谱。所以你的原始的数那个资料量，它是质谱的图谱，所以有600张质谱图存在电脑，这是你的机芯 mass， 它的原始的资料是质谱图。那怎么去看这个事情呢？啊，所以这边用这张图，这张图前面看过，这代表是分离完就完。今天有一个成分，有一个compound出来了，那它在分离过程里面呢，这个浓度的情况。好，如果我们把这个
这个整个这个汤泡呢，把它分成五等份，这样一个三块肉要浸里面，浸汁。那汁补的话呢，当然就有前有后嘛，五个层把它分成五等份，那每一次呢，这个区域就浸汁补做分，所以第一个区域呢，它浸汁补就得到一张汁补，得到一张汁补。同样道理，第二个区域再接下进了浸汁补，第二秒它得到第二张汁补，第三秒得到第三张汁补，以此类推。所以这个三块肉通过直播的时候，一秒钟得到一张直播。那他这个假如说是把分成五等份，得到五张直播。那真正情况不是这样，真正至少有十个，一个病一个成分，至少有十个十点。我们现在把简单化，假如五点的话，所以他有得到五张图，五张图。那这个图谱的话呢？比如说像这个，假如说这是丙酸，刚刚看到这个丙酸啊，这段通过机器分出来了，浸汁补，那它得到五张图谱，对不对？那五张图谱呢都是丙酸嘛，所以它汁补的这个碎片应该都不一样。五张图谱呢，它汁补多少？那么它是都是丙酸啊，所以它的这个碎片呢是一样，都是一样。那不同的是说你的浓度。一开始的浓度比较少，所以它的汁补碎片呢，可以信号比较少，离子比较少，所以你的电流比较少。那中间呢，那个第三点的时候，浓度最高的地方，碎片一样，但它的信号离子数比较多，所以它信号比较强。那得到这样这个汁补图在原始信号汁补图，接下来你要去画。晨曦图，因为它的这个图不是晨曦图，是五百，就是这个汁补图。你要变成这个晨曦图的话，跟我们用 FID 得到这个类似，时间、信号程度一个变化变。那我们怎么做？那他就把每一张汁补图，像这一张汁补图，有这么多碎片，对不对？就不管它了。不管多少碎片，那有的信号大，有的信号小，都是电路信号。整个加起来，所有的碎片，它的电流大和流小，不管它，整个加起来叫做 total ion current， 总离子电流。所有的离子碎片，它的电流加起来，这就叫 total ion current。所以一个质谱，我们呢，把它加起来变成一个信号就是 total ion curve， 就一个数据，啊，这一个数据呢，就点在你的晨曦图里面。就点在你晨曦图里面。第一个浓度比较低嘛，它的 total ion curve 比较低，浓度比较高，最高在下降，所以由这个 total ion curve。去重新建立你这样一个程序图啊，就得到的重新画一下，还是得到一个这个图谱呢，跟我们一般用 FID 得到的图谱是很相近的，时间跟你的信号强度，但它的原始信号是质谱图，然后每张质谱图呢，所有的离子碎片加起来 ，total ion current 得到一点一个数据，把这个数据呢把它连起来，得到一个定形状。那么这个就回到得到数据是原数据是质谱图没有关系，然后得到这个数据之后都在电脑里面，你想呈现的方式，第一个就跟一般的机器图谱一样，那它就要用 total ion current 的方式来呈现，那它就跟一般的机器图谱一样 ，TIC total ion current。那另外呢，就是。你可以针对某一个病，在某一个时间的这个病，
它的图谱是多少，你可以看它的字符多少，把那一张的字符呢找出来。另外呢，你可以用那个 Selected Ion Monitor， 选择众多字符里面我选择某一个十二笔，然后看一下所有的那个病毒里面哪些病毒它的一个碎片里面有这样一个值得叫 selected 吗，某一个名字，某一个值得名的名字它出现在哪些病毒里面。所以你做完实验呢，原数据是值得，那么你再经过电脑你希望呈现的是就告诉他是 Ryan Curran 还是Select the eye monitor， 还是看看某一个东西值不值得。用这张图呢来结束，这个就是所谓的 reconstructive diagram， 重新去电脑去建构出来。那原始的是值不值得，600张值不值得呢？那么再重新建构，你希望是 total eye current 呈现变成是 current。跟你的时间，那这个标识呢原来是错误的，直接删掉错误。时间嘛，时间这个是第二种情况，所以每个病，它的很多点连起来，很多点连起来。然后这个 B 跟 C 呢，它是选择众多五个病，哪一个病或是哪几个病里面呢，它的字符里面有 MOZ-74。这样一个离子碎片，一找结果只有第一个病原，第一个病原的，那什么样方法我们管它，就只有它呢才有这个离子碎片。同样的，假如说你要找93的，看到只有第二个跟第五个，所以你可以做这个事情。你要告诉这个电脑，你要的是整个图谱呢，还是某一个离子碎片的图谱？那这是Caption 那本书啊 ，Caption 那本书呢，同样的类似的 ，Total Eye Current 的 Selected Eye Monitor。好，我们时间已经到了，下次。第一个实验，一共电极呢，我们自己就这样装起来，没有线就不用了。但这张图呢很好，让你知道一下。一个简单的装置就可以做实验，所以放在那边的那个橡皮管连过来，这个一般就用这个衣领管连过来。那最重要的下面放一个毛细管，所以这个水源它不会很快就滴光了，它要经过毛细管会滴得很慢，变成一滴一滴的滴下来，就叫做 dropping mercury， 叫做滴汞电极。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讲一下呢？因为有的考研究所就考这一题，因为现在用的人不多啊，我觉得不应该很多地方，偶尔会考，会考到这样一个题目，所以我想还是提一下。这个汞电极啊，一般人不太喜欢用，因为汞有毒嘛。第二个朋友问，你买得到吗？你去买不到。因为这个汞现在是一个管制的东西，因为你知道电影上常常有这个炸弹，那个开关呢是汞在里面接触的，刚刚就接触开关，所以它现在是一个管制的一个药品，所以一般人买不到。那我们系上还有一些，好在还有一些，早期的时候没有管制，一个它贵又有毒，因为有管制。一般人现在不喜欢用，但它事实上有些好处，两大好处。第一个呢，它的负电位范围最大，就是你希望用到一个负电位范围进行电外反应的话，你可能会优先考虑它。比较这个白金跟碳，汞电这个电，它的这个负电位范围。所以你要用到这个负电位范围的话，通常会考虑汞。那如果说用正电位的进行氧化反应的话，
中南会有的一个碳的来进嘛啊，所以说它那个特别的一个特性。那为什么它有一个负的电位范围比较大呢？因为它是汞，是唯一的一个液状的液态金属，所以氢气要在一个液态金属表面生成的比较不容易，所以它要很富嘛，强迫它生成，所以它有这样一个特性。啊，所以它有比较富的一个电位范围，原因就是氢要生成不容易，在它的液态的表面光亮，或者做过实验的话知道很亮漂亮的话，但是要氢气要生成不容易。第二个特性就是它一直掉，所以每一滴都是新的，这个是所有的电极做不到的。其他电极呢，做过第六个实验的膜电极、膜还有膜化等电极不需要，因为它不会有用完还挂在里面，一直掉一直掉，永远是新的电极，不会。是它的缺点就是变了，是它缺点。好吧，介绍一下嘛，这样一个电极。那我们在讲到下一节之前呢，我们想的时间到了。